啊，这是一个轮轴的装置，所以踏板的地方是轮还是轴？轮，那轴的地方在哪边？轴是中间那边吗？啊，有没有要补充的？有没有要补充的？你们几乎很多人都这样想，没有错。有没有要补充的？差一点点，你去选两个，去选两个，差一点点。有没有要补充的？他是轮轴没错。我写杠杆，还是写轮轴的、啊。我是说你用你写杠杆，坦白说也不能说你错，因为本来轮轴就是杠杆的变形。可是它是轮轴，我们还是要用轮轴的方法来解释。因为轮轴跟杠杆有一个最大最大的不同点，就是它有所谓的轴，那个轴可能就是一个旋转的地方，知道吗？因为轮轴跟杠杆有一个最大的不同点是，轮轴它最后的运动模式通常是旋转，杠杆通常没有到旋转，它可能只是上下一点点动。我们现在再找一个女生，有没有女生要上来说的？再补充一点点，剩下一点点，差一点点的。它是轮轴没错，那我们的外圈，我们的外圈就是在踏板，踏板就是轮，可是轴在哪边？我知道了，老师，你爱线呗、欸？对吗？不是啊，爱线、欸。不要这样说，不要这样说，其实每个人都应该是这个样子才对啊。我肚子饿。没有，不然我试试看用错了啦，好不好？好，错了。对啊，已经剩下一点点那么简单。